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左琴。今天是2021年5月29号，星期六，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那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多云，最高温23度，最低温12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首先来关注有关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消息。三针次的新冠疫苗昨天在北京市率先投入使用。目前我国批准使用的包括接种一针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两针的灭活疫苗和三针的重组蛋白疫苗。一针、两针、三针的新冠疫苗有何异同？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一针、两针、三针的疫苗，他们在使用的病毒的这个组分、生产工艺还有技术路线上面是有所差异的，所以呢，根据这个临床试验的研究结果，确定了他们接种的针次。他们都是根据临床试验的大量的数据的结果选择的最佳免疫效果，他们每一个都能达到我们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对新冠病毒的保护效果，所以公众选择任何一种疫苗接种都可以起到预防新冠病毒的效果，不用刻意去选择。而在新冠病毒疫苗的选择上，专家表示，目前不建议使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混打，同种技术路线的疫苗在发生断档的时候可以混打。我们说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就是说规定的所有针次的接种才叫完成一个免疫程序。两针的或者三针的，我们目前说明书都是推荐使用同种疫苗完成所有针次的接种。在后面出现这个断档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同种技术路线的，比如说灭活的疫苗，不同厂家生产的，也是可以混打的。我们现在还不推荐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混打。那么主要原因就是说，目前这些研究工作还在进行，那么研究的数据呢还没有完成，后边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之后，可能会有新的这个免疫策略这个发布，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疫苗的选择。银保监会27号发布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强化理财产品销售管理管理，明确了理财产品销售过程中的多项禁止性行为，以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办法将于今年6月27号起实行。办法明确，理财产品销售机构及其销售人员在理财产品销售活动中，不得误导投资者购买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匹配的理财产品，不得虚假宣传、片面宣传、夸大过往业绩、预测理财产品的投资业绩，或者出具宣传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不得将理财产品与存款或其他产品进行混同，不得在理财产品销售过程中强制捆绑搭售其他服务或产品，不得为谋取机构或人员的利益诱导投资者进行短期频繁购买和赎回操作，不得为理财产品提供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担保，包括部分或全部承诺本金或收益保障等。办法规定的代销机构，现阶段为其他理财公司和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和其他专业机构，暂时还无法获得代销资质，这有助于维持理财产品销售制度的连续性和平稳性，也有助于投资者更好的辨别。同时，办法禁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销售私募理财产品，也有助于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来看国际方面，今年四月初以来，印度第二波疫情爆发并迅速恶化，目前印度疫情依然严峻。为遏制疫情的迅速蔓延，印度政府从四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规模，不过受原料供应不足等影响，疫苗短缺仍是印度政府面临的难题，不少地区的疫苗接种点都排起了长队。当地时间27号，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免下车疫苗接种点，排队的车辆绵延约3公里长。为了接种疫苗，人们要花费数小时的等待时间。Since like 8 a.m. it has taken about four hours of time to complete to get my first dose of vaccination. The primary concer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vaccine production so that the ease of vaccination and the speed of vaccination can be further pick up.梅赫塔说，现在疫苗接种很难预约上，他们这次接种疫苗选择的是一家私立医院的疫苗接种点，虽然花了更多的钱，但至少完成了第一剂疫苗的接种。 In the normal government hospitals we are not getting slots, so even if we need to spend 1000 it's okay, but at least we get vaccinated and we have secured our first dose.作为面积上是世界第二大陆的非洲大陆，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容乐观，非洲多国政府和民间都积极投身抗疫战斗中。柳叶刀杂志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去年5月至12月来自非洲10个国家64家医院的相关数据，非洲的新冠重症患者死亡率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高。在477万多确诊病例中，有超过3000个成人重症患者，30天内的死亡率高达48.2%。相比之下，全球30天内的新冠重症平均死亡率为31.5%。报告称，床位、医疗专家和关键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是导致非洲新冠患者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例如，64家医院中，仅有9家拥有人工费。不过，面对严峻疫情，非洲各国也在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抗疫。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南非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为缓解患者住院难的问题，很多私人诊所加入了抗疫战斗中。南非一家私立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艾斯维尔整合手中的医疗资源，向不得不居家治疗的轻症患者上门提供健康监测和吸氧等服务。We have the means to assist where we can and came out with the idea and said, you know what, why don't we help the people with oxygen? Let's go out and assist people with oxygen, especially these individuals, the older individuals, they don't want to go to hospital. 目前，由于南半球气候转凉，南非出现了印度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等因素，第三波新冠疫情正在南非蔓延。艾斯维尔和他的同事经常要辗转数百公里，不分昼夜地在约翰内斯堡和周边地区为患者上门服务。肯尼亚政府在今年3月监测到明显疫情反弹后，对包括首都内罗毕在内的5个热点疫区实施封城、暂停国内航班、调整宵禁时间等取得明显的效果。1个多月内，内罗毕的新冠感染率下降了74%，其他4个热点疫区的感染率平均下降72%。津巴布韦政府大力推动疫苗接种工作，津巴布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齐文加25号表示，津巴布韦目前已经具备进行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的能力，全国对战胜新冠疫情充满信心。塞内加尔的医疗资源相对匮乏，根据统计，塞内加尔平均每10万人中只有7名医生。不过，塞内加尔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后，总统马基萨勒立即宣布实行宵禁等措施，同时要求全国增加移动检测实验室，每天及时公布疫情通报。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尼日利亚警方27号说，尼日利亚西北部26号发生的沉船事故，致死人数升至26人，另有98人失踪，26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警方正在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此前，尼日利亚媒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说，此次事故是船只超载所致。当地时间27号，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一处距矿区不远的居民区发生火灾，当地消防部门立即派出飞机参与灭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至少15栋住宅被严重烧毁。当地林业部门官员表示，
火灾由周边干草和灌木起火燃烧引发，目前附近居民已经全部被紧急疏散。近期美国东部地区迎来大批十七年蝉，这些蝉在地底蛰伏十七年后破土而出。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名摄影师就地取材，把自家院子里捕捉到的蝉当成模特，并将它们放置在举重、疫苗注射、乐队演奏等微缩场景中进行拍摄，最近走红网络。不过据这名摄影师透露，由于蝉模特并不配合，所以需要反复尝试才能拍出现在的效果。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大规模报道了这次三星堆遗址六个祭祀坑的发掘，此后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续，考古发掘又取得了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自2019年底四川省文物部门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个祭祀坑以来，考古发掘一直在持续开展。2000平方米的考古大棚和四个恒温恒湿的考古方舱，为考古发掘提供了安全、科学以及高效的发掘配套设施。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象牙以及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裸露文物最为震撼的三号坑已经提取象牙70根，青铜器的数量增加至数百件，宽1.35米、高0.75米青铜大面具虽然面部朝下，在清理了六七层象牙之后，面具一半的眼睛也最终露了出来，已经具备了提取条件。最先开始发掘的四号坑进度最快，已经将堆积的象牙清理完毕，共提取47根。坑底裸露出少量青铜制品，特别是三个形态一致的扭头跪坐铜人像，疑似为同一器物组件，还有近40根带状金饰，刚刚进行三维扫测，等待后续的提取。已经大面积裸露的黄色生土层说明已经抵达祭祀坑底部。金饰品发现最多的5号坑目前正在筹备整体打包提取到实验室，进行更加精细的发掘，期待从散落金饰之间的位置关系还原它们曾经的真面目。6号坑和7号坑的发掘进展不大，只是在7号坑的一侧开辟了一个小探方，目前已经有象牙裸露，初步判断同3号坑的情况类似，也是在青铜器物的上面覆盖有一层象牙。面积最大的8号坑最为令人期待，虽然还没有到达文物埋藏区，但是已经在目前的灰烬层中发现大量细碎的文物，出土文物数量已达1800余件，这与其他几个祭祀坑都截然不同。我们这个坑里面碎片非常的复杂，有这个神树的残片啊，还有这个小的这种小面具的残片，还有这个小的金面具的残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好像这个我们坑什么东西都可能有一点，但是呢都是些碎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推测它应该是最后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些碎片都一块儿倒进了这个坑里。因为我们之前探测的结果呢，就是说我们8号坑和3号坑的这个金属反应是最强烈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坑的这个中部。那么现在来看，我们的清理的结果和我们的探测呢也是大致是符合的，我们也是现在已经比较期待了，就是再往下做就能够做到这个比较多的一个器物层。期待工作人员可以挖掘出更多精美的文物。那现如今呢，直播网红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世界了。咱们来看一下西安的一位老奶奶直播卖杏啊，不仅带火了自己，现在还带火了2个徒弟。放手点看，黄肉大河给大家介绍今年河西开遍的大81岁了，去年
奶奶意外，就是说心理成熟季节做直播火了，然后奶奶和这个青年人打交道，奶奶的心态也好了很多。现在心理成熟，奶奶她又主动要求帮忙，这个回家继续给大家做直播，然后帮忙干干活，消消性子。我们现在一天能发300多件货，其中有200多件货都是奶奶直播带货卖出去的。81岁的老奶奶与时俱进，把生活中最真实的状态融入到直播当中来，不仅带火了家乡的红肉大杏，带鼓了家里人的腰包钱包，更是丰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人老心不老，这样的奋斗敬业精神也应该成为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接下来关注一下高考，现在高考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江苏一所中学的老师们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学习效果，下班后开始摆地摊贩卖知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老师说下课前的那3分钟最难耐，不停看表多少时间能飞奔起来。结婚前大约有1个多小时，3年的感情，按照最后一个月，我们也是很乐意，也是很高兴，我们学生竟答应。出去的时候就会感觉心里很踏实，能够在最后的这段时间有这样一群可爱的老师陪伴着我们一起走。记忆中最美的晚霞总是出现在高三，陪伴着发着光的奋斗时光。窗外晚霞绚烂，桌前灯火辉煌，抬头啊是熠熠生辉的现在，笔下是可望见的未来。祝广大高三学子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考入心中向往的学府，加油。那再把目光转向交通安全，日前广西有一位男子双手离把，翘二郎腿骑电动车，被群众举报。在民警的教育下，男子意识到错误，写下了保证书。有被群众举报的，也有自己主动认错的。在江苏淮安，一位丈夫就带着醉驾的妻子投案自首，得到了交警的点赞。警方提供的视频显示，事发当晚11:19，一辆出租车缓缓停在路边，准备上下客。在此过程中，一辆白色轿车从左后方径直撞击上来。事故发生后，双方驾驶人下车查看车损情况，但是在交涉过程中，双方驾驶人就事故赔偿情况没能达成一致。随后，白色轿车驾驶人王某竟然直接弃车离开现场。我们接到过路人报警，说在新亚淮海东路新亚门口有两个车子撞。有一方涉嫌酒驾，接警以后，我们立刻赶到现场，在现场发现，一辆白色 SUV 车和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在询问的过程中，发现白色 SUV 的车辆驾驶人不在现场。就在民警根据车辆信息找寻肇事车主时，车主王某竟然在其丈夫的陪同下，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由于王某的推测结果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于是民警立即将其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最后被依法处理。这爆笑一幕发生在广西钦州市，在欢乐之余，还是有热心群众意识到该行为的危险性，并将其举报。交管大队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将视频中驾驶人锁定。经查，男子系当地某职校学生，视频拍摄当天在科园路路段骑两轮电动车时玩特技。很快，民警便将其带回了警局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并要求其写下保证书。希望这样的保证书啊可以越来越少。在儿童交通案例事故当中，据公安部统计，由于监护人监管不力导致的事故占总数的68.9%，所以家长务必要重视孩子的安全问题，千万不能够马虎大意。那咱们都知道啊，要想开车，首要条件是必须年满18周岁，考取了驾驶证才能够上路。可是有的孩子却在家人疏于看管的情况之下，偷偷拿着钥匙去开汽车、摩托车，甚至还有孩子骑着滑板穿梭于滚滚车流之中，着实让人捏了把汗。前些天，福建宁德交警接到报警，报警人称其停放在天茂广场附近的小车被未知车辆刮碰。经过仔细比对分析，交警锁定了一辆黑色轿车。在随后的调查中，交警发现，原来是车主未满14周岁的儿子趁父母不在，半夜偷偷将车开出去，发生了事故。
而且这辆车在途经东桥福宁路蓝田隧道时，车速竟达到每小时121公里。未成年人呢，他是不能领取机动车驾驶证，他是不能没有资质上路行驶的。他造成的民事后果，也就是说对方车辆的损害后果，是要由监护人，就是由他的家长来承担法律后果的。近日，广西钦州交警在例行检查过程中拦下了一辆改装摩托车，这辆车没有车牌，后视镜被拆除，原车灯也被换成了非常耀眼的 LED 灯，而且全身贴满了动画贴纸，显得个性十足。驾驶人是一名年仅13岁的孩子，由于年纪尚小，身高不足，这名孩子驾车时只能勉强踩到刹车，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今天来这里干什么？你先回北海的。回北海，从这里要去北海，北海100多公里哦。以前经常这样开吗？开过一次。你不怕了吗？你车后视镜了没有？车没有牌，后视镜了没有？由于杜某不能提供车辆的任何手续，交警依法将车辆暂扣，并联系家长将其接回。如果是幼儿独自上路，就更加危险了。日前，山东滕州交警在巡逻时发现一名幼儿骑着滑板车在车流中穿梭，全程没有大人陪伴。孩子差点被行驶中的车辆撞到，看到车警以后，我们迅速走到车流中，把孩子抱到岗亭中。在交警和群众的帮助下，孩子被送回了父母身边。原来当时孩子的父母都不在家，由哥哥在家看管，可他因为想找妈妈，便偷偷骑着滑板车溜出家门，没想到一出门就迷了路。儿童安全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各位家长千万得多加注意。那近日持续的降雨导致路面湿滑，极易引发交通事故。26号，安徽和县一辆大型罐装的货车就因为道路湿滑突然失控，引发了惊险的一幕。当天上午10时许，宿州市驾驶人蒋某驾驶空载的罐装货车行驶至乌江工业园路段，当其发现前方红灯时，遂刹车减速，不想货车突然失控，在撞上左侧道路隔离带后，又右转方向冲向前。前方轿车听到异常后，迅速起步避让。说时迟，那时快，货车瞬间冲了过来，碰撞到已经逃离的轿车尾巴，货车直接冲向另一侧道路，最终撞倒一根交通杆后停在道路绿化带上。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对事故情况进行调查。前面有一车红绿灯嘛，不就在车上了吗？他的车分秒了骗起来，我骗他到甩上去的嘛，甩上去过了就不敢上车了。经警方调查，该起事故主要因货车驾驶人蒋某在雨天行车中操作不当所致，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造成交通设施及车辆损失近50000元，所幸的是无人员伤亡。真是太惊险了，还好人都没事儿。也再次提醒司机师傅们，雨天路滑一定要小心驾驶。现在进入夏季了，溺水事件的发生频率也是大幅度的增加，虽然不少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但是还是得提醒大家，到河湖和陌生的水域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近日在广东佛山禅城，一位老人不慎落水。老人被救起后送往附近医院，由于救援及时，没有生命危险。25号早上5点，在湖北荆州，一名女子不慎掉入30多米的深水中。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落水女子已经无力呼叫，身体随着水流向前漂浮。消防员在落水女子前方50米处下水，慢慢游到女子的正前方，迅速托起女子头部，并做好安全措施。拽我！拽我！拽拽拽！岸上救援人员一起用力拉动安全绳索，将女子缓缓拉到岸边。女子经过医护人员的救治，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宠物的消息。今年5月1号，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正式实行，其中关于犬只的饲养和出行的要求备受关注。根据新规要求，各地也出台了具体的实施细则，不少城市明确要求重点管辖区域禁养烈性犬和大型犬。这一新规的变化呢，让不少宠物主犯了难，已经养了多年的大型宠物犬该何去何从呢？去年年底，北京的岳女士在自家小区遛宠物狗，被一只无人看管也未拴犬绳的大型犬咬伤，宠物狗也被咬死。岳女士将大型犬饲养人告上法庭，索赔10万元。近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在法庭调解过程中，双方未能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法院未当庭宣判。记者近期采访时也了解到，一方面是不文明养大型犬造成的伤人事件频发，而另一方面，随着新规的实行，一些宠物主也面临着大型犬安置的困境。那有些地方，你看，比如说通州，柴胡其实都已经5环出来，快6环了。它以前是可以的，它就划为了所谓的重点区域。那比如说养金毛、养拉布拉多的这些，原来在柴胡是正常办证的，今年去正常年检就不给年检了，换到了可以养这个大型犬的这个非重点管理区域，再把这个狗狗的登记管理地再变更到它现在的住址这个地方，还有的这个养主人就是父母来照料，然后父母在非重点养犬管理区或者是在重点管理区的这个农村或者郊区的地区。大型犬宠物主困境的背后是目前宠物寄养行业服务供给的不足。2020年，我国宠物寄养服务消费呈现约0.3%的负增长，在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2065亿元的同时，宠物寄养服务仅占比约1.3%。业内人士指出，基于这种情况，各地在新规执行上应该有一定的过渡期。应该是政府主导下逐渐一个过渡，要考虑的配套问题，应该先建设一些基础设施，或者说比较合适的地方，让它水到渠成。看完宠物的消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野生动物，来看看咱们的国宝大熊猫。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周至辖区管理分局的职工在收集整理野外红外相机视频的时候，意外发现相机2次抓拍到了野生棕色大熊猫的宝贵影像资料。这是4月16号用红外相机拍到的一段野生棕色大熊猫视频。这只棕色的大熊猫背对相机，慢悠悠地走过一片密林，它的头部和腹背部呈白色，但是耳朵、四肢的皮毛是淡棕色。相隔半月之后，4月30号，红外相机再次抓拍到2张野生棕色大熊猫的照片。据了解，2次拍到野生棕色大熊猫的地点均位于秦岭腹地，海拔在1958米到2088米之间。据了解，1985年。棕色大熊猫在秦岭大熊猫分布核心区域出现。截至目前，秦岭已先后10次发现棕色大熊猫踪迹，其中棕色大熊猫7仔是目前全世界唯一能看到的棕色大熊猫活体。2009年11月1号，7仔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一带被发现。2014年12月28号，7仔进入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由于其罕见的毛色而备受关注，具有极高的遗传价值和基因独特性。更多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5月27号，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中国青年5四奖章获得者集体吉林省世纪分享会在长春市举行。刘亮等3名曾获得中国青年5四奖章的获奖者，分享了跟党奋进的历程及个人或集体的先进事迹。5月28号，由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林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吉林省情系最可爱的人寻访老兵足迹，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启动。相关部门将按照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3个阶段汇总整理出100名功勋老兵事迹，作为媒体宣传和艺术创作的原型。经过1年多的培育，日前南方鲫鱼新品种何方鲫在镇来县安家。下一步，镇来县将依托合作社、家庭农场加致富带头人的带动模式，在稻田、湖沼和池塘进行大面积推广，促进当地渔业养殖新品种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板块，今年长春中考的时间是6月27号到6月29号。眼下中考志愿填报已经开始了，具体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进行了梳理，来看一下。2021年长春中考志愿填报时间为5月27日至31日。考生登录网站后，初始登录密码为身份证后6位，登录后要及时修改密码。如果忘记密码或者发现密码不能正常登录，可凭有效身份证明到所在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恢复初始密码。进入页面后，核对自己的自然信息，核对无误后，点击志愿填报按钮，进行网上填报志愿。普通高中志愿分为三个批次，第一批省级示范高中自主招生、推荐生、统招生、实验班，设四个志愿栏；第二批省重点高中自主招生、推荐生、统招生、实验班、民办学校，设七个志愿栏；第三批一般高中自主招生、统招生、实验班、艺术学校，设五个志愿栏。需要注意的是，一、邵阳区、九台区的考生允许填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吉林省实验中学、长春市十一高中、长春市实验中学的统招生志愿和本区高中志愿，不能参加中心城区高中网上征集志愿。二、往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普通高中时，只允许报考第三批次志愿学校。三、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答题的考生报考普通高中时，只允许报考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授课的学校。职业学校志愿分两个批次，第一批中高职贯通培养设三个志愿栏，每个志愿栏设三个专业栏，填报中高职贯通培养3+2和5年一贯制的学校、志愿及专业。第二批中等职业设三个志愿栏，每个志愿栏设三个专业栏，填报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志愿及专业。2021年长春中考的时间是6月27日到6月29日，7月12日公布中考成绩、高中录取具体时间表，考生可关注长春市教育部门网站。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西北风转3级左右西南风，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2级。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领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也欢迎您继续收看卫视稍后播出的党建新视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